大家好，今天午餐我鸡汤煮这个有机绿豆芽，看看美国超市啊，Martin 昨天买的有机绿豆芽。因为你只能够放那么一两天在冰箱，你放久了就不行了，因为它没有防腐剂。你很惊讶吗？美国超市有绿豆芽，而且它是有机的。你看看有机的绿豆芽是什么样的？你在超市里面买的豆芽是什么样的啊？你就知道啦。它这里没有那种，催长素吧，叫做那种化肥类的东西，长得胖胖的啊，所以是区别很大的啊。这个是植物蛋白了。我在家昨天有点鸡汤，就做面汤啊，蔬菜就是这个豆芽啦，给大家分享，喜欢吗？如果喜欢，你到超市去也关注一下啊，最好买到有机的豆芽啊。有时候它有，好像也有黄豆芽吧，但是很少看到啊。这个就是绿豆芽，清凉解毒，蛋白又好，经常吃绿豆，每个月我们要吃几次排毒啊？很感恩，就是说在美国也可以买到那个绿豆啊。而且是买到有机的，好的，就给你分享美国的有机绿豆芽，在 Martin 超市，我想其他超市应该也会有吧，你看好这些公司就 OK 了，我的鸡汤滚了，我就准备把绿豆芽放进去了，然后我的面水滚，把面放去，然后一。盖那么大概5分钟，面也煮好了，很快的。等会有香味，香香味要过来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留意，希望你也买到有机绿豆芽。